宝贝们久等啦，今天给大家更新小红，还剩最后5页就要报本了，下面开始今天的主题啦。玛格丽莎是个美艳舞者，有着精致且美艳的脸庞，她习惯于奢靡的生活，因为一场事故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，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，不知道要如何独立谋生的玛格丽莎对自由的另一面有了新的认识，她推开了庄园的大门，一个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，他当然不会错过。色彩的风格，宝贝们还喜欢吗？小乐超爱你们的，下期再见。